感觉美国的地怎么这么大哦？是啊，人也少，而且没有人。嗯。中国好像基本上见不到这样的景象。中国见不知道新疆怎么样？反正我没去过新疆，我现在最想去的中国的地方吧，去旅游去玩的就是新疆。据说新疆也是这种地广人稀。哎。其实想一想，中国很多地方也是没有人烟的呀。比如说我们湖北的神农架里面也是没有人住的。那神农架有没有这种广阔、这种这么大的地盘、这么大的自然环境，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，有没有？它里面的自然环境应该也没有遭到人为破坏。对，有没有这么大？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广阔，它里面应该是因为是山区嘛，山区可能看起来不会看得这么远啊。哎，没有这样开发，我的感觉就是。美国的这种自然环境，虽然它自然，但是也有人为的这个东西。比如说公路不方便走，不方便别人过来玩。在国内呢，就是两个极端，要不就是完全没有人，你进去以后都不知道往哪里走；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开发的太多，太商业化。对，到处是商店，到处是广告，到处是就很乱。嗯，就这两个极端我不是很喜欢。在美国的公园里面就感觉哎比较适中。它人为的管理恰到好处，正好让你能玩到，但是又不失这个自然，没有丢掉这个自然的风景。但有一点啊，我觉得还是喜欢国内的，就是你在国内去旅游吧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吃到当地的特产。对，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牦牛。对，我们刚刚看到好多牦牛，就是跟那个黄石公园里面那个牛一样的牛，嗯，就是自己私人圈养的。那我说，哎。为什么不能搞点那个牛肉吃啊？牛肉干也没有，牛肉干也没有，什么牛排也没有，他也不开什么农家乐。你像如果是在中国的话，到处都农家乐，对吧？那我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。那我去国内那个地方，那我可能对风景的要求没那么高，我就是想吃一下农家乐。对，美食可以，我觉得美食可以弥补70%-80%的这个风景上面的自然风光的缺陷。因为那个食物也是体现当地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方式，对吧？我们也是要去感受它的。这要是到国内的话，到处是牦牛馆。对啊，牦牛肉。然后路边到处都卖牛肉干，鹿肉。对啊，这里好多。对啊，黄石公园很多鹿。你看这个河这么长的一条河，一直从黄石公园这边那边流到这边来，我们已经开了有半个小时了，应该有了吧？它河边都没有说可以吃鱼的地方，他说你可以钓鱼，但是没人，没有餐厅，没有提供的。对。你像这些游客，我们连续要开至少两个小时的路程吧，就没有一个像样的餐馆。对，可是很遗憾，跟疫情也没关系，因为我看到餐馆都是开的，对，它并没有关。对，但是没有这种当地的特产的餐馆。对，到哪儿去都是吃快餐，然后连锁快餐店。这是在干嘛？修路吗？像我们武汉，就拿武汉举例子吧，我们武汉有长江，有东湖，对吧？嗯。东湖的湖边上面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那个鱼，就做鱼的一些餐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长江边也是靠江吃江，靠湖吃湖。嗯。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东湖，我们不是刚刚建了个东湖绿道吗？啊，对，东湖绿道。就比较接近这个美国的这个叫什么国家公园，就是小了一点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公园，相当于我们一个州立公园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市立公园。然后城市公园。对，里面可以骑自行车什么，走路也挺好。对啊，而且你看那个东湖绿道也是非常长的呀，嗯，非常大。对。但是你运动完了之后，在里面运动完了之后，你出来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。它里面也有，它里面不是有餐馆吗？没有，里面好像没有。它里面有那个班车。可以坐班车到它那个是，那是景点的那个旅游车。旅游车，它每个景点有卖这种小副食店有。啊，那就是卖一些就是补给的东西。哎。但你一出来，就一出来就是好吃。对，一出来就是各种好吃的馆子。美国这边吃东西确实是受不了。对，这边饮食特别太差了，没办法。武汉还有什么感觉挺好的？小龙虾。就吃嘛。哎，其实武汉森林公园挺好，我在那边烧过烤，跟这差不多的。对，森林公园除了小以外，没有别的区别。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，好久没有去了。那我们小时候去的。
然后你看厕所，还有一个厕所，厕所很关键。你看我们在这边上厕所就很干净。对，这边的厕所不管是多怎么说，不管是移动式的，就是多破多旧的，哎，它都没有臭味。对，但国内的厕所你虽然装修的非常好，现在的硬件都非常好，非常高级，但是进去还是有味道。味道就是直接把人推出来，那味道把你抬出来，是吧？就很想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一个体验的一个非常比较差的一个地方吧。我在美国大概不能说每一个吧，我十个厕所有一个有味道，但那一个有味道呢，也不是恶臭，它不是那种特别臭。你看这些牛都可以吃。对啊，你说这些牛这么多牛，他开个卖点牛肉干啊什么之类的，牛制品啊，卖点牛奶啊，新鲜牛奶啊，多好。我愿意花三倍价格吃刚刚宰的牛，不完全不一样。就可以生吃了呀。啊，生吃我还是不太敢。我吃过那个生牛肉片，那一定要新鲜，就是要刚杀的那个牛肉，还有温度，还有它的体温，就可以生吃。那个时候它没有什么细菌。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嘛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对吧？对。在美国就是靠快餐，美国只靠快餐。对。它没有饮食文化。而且快餐多半的快餐都不健康，我觉得比较健康几个快餐啊，我列一下。Buffalo Wings， Buffalo Wings 也不算健康的，我觉得。相对来讲，我跟你讲举个例子就知道。Buffalo Wings， In-N-Out， 我讲的是汉堡啊 ，In-N-Out， 还有这个 Chick-fil-A， 我觉得还有 Burger King， 我吃的不多，不太了解。Subway， 这几个算是比较健康。Chipotle 不是 Burger， 哦，它不是三明治那种。但也算快餐，对吧？也算快餐。我先讲 Burger， 这三个比较稍微好一点。汉堡。如果非要吃汉堡的话，这几个地方是可以去的。像肯德基、麦当劳就不要了。肯德基、麦当劳千万别去，麦当劳千万别去。那他们区别在哪里呢？那怎么麦当劳健康呢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我没有科学依据啊，但是我看到一个视频是这样的：20多年前有个人买了一个汉堡包，巨无霸还是什么汉堡包？哦，对。还有薯条。20多年前，他那天吃买了以后忘了放在那个地下室里面还是什么地方，干燥就是很干燥。结果。这两天拿出来了，20年后拿出来，发现还没有变，没有，当然肯定是看起来干了，但是居然没有腐烂，没有变质，哎，里面的那个牛变不变质，我谁哪还晓得，只是看起来就是还是个完整的汉堡包，那个面包是变硬了而已，还是像面包，所以你敢不敢把那个东西放在你的肚子里？就是全是防腐剂，哎，可能都是防腐剂，现在可能变化了一点，可现在可能好了一点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据说那个麦当劳的牛肉都是怎么说呢？牛头，碎就是碎了的那种牛肉，就是边角余料。边角余料，牛的头啊，什么皮子啊，乱七八糟，骨头啊，搅在一起那种。那你说的那些另外的那些汉堡快餐，它健康在哪里呢 ？Subway 不用说了，里面都是除了面包以外啊。Subway 应该是算三明治。哎，三明治，它里面都是。说蔬菜水果沙拉什么，对，新鲜的东西，而且你看到鸡块都是正儿八经的肉，它不是 process 过的，至少不是 heavily process 的，它都是煮的呀，炸就是煎的呀，那种肉，就是能看到肉的纤维，确实是肉，对，牛肉也是，它还有 roast beef， Subway 里面有那个腌牛肉吧，还是什么牛肉，就跟我们腌的差不多的，对，那我就不好说了，只是根据这个报道吧，这个我没有任何调查过，它那个面包就比较软，然后肉呢你感觉到里面是确实是肉，真材实料肉，是有肉味的，对，它那个肉饼是有肉味的，对，有肉的纤维的感觉，对对，但是那个也只有加州有，应该让我只有加州，好像外州只有两个州有它的店，对，那也不多，西雅图没看到过，西雅图至今为止没见过，对，然后呢 Buffalo Wings我们最近才开始吃，感觉到那个鸡肉啊，它的骨头很硬。对，像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买的鸡，因为我们对饮食是比较讲究的，所以我们吃的都是有机的，都是买的有机的。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激素，它的用量非常广嘛，所以在肉类里面我们都尽量买有机的。但偶尔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，肯定外面餐馆不会给你买那么，就不会卖给你那么好的好品质的肉。所以，
大部分在外面吃，比如说吃鸡翅的时候，带骨头的那种肉，它的骨头都特别软，对，一看就是吃那种饲料或者是打激素长大的那一种。对，一般吃虫子的呀，钙质比较丰富的那种鸡或者肉，它的骨头都是很硬的。所以巴布洛为什么比较喜欢，因为它的鸡肉的骨头很硬，所以我通过这一点来判断巴布洛的这个食材至少相对来说好一点。但我们也只吃了这个州，蒙大拿州的那个 Buffalo Wings， 没有吃过别的州的。对，因为蒙大拿州它是畜牧业很发达，畜牧业非常发达，所以也许他们这边的那个肉类啊，就是养的东西质量比较好。嗯，因为他们地大嘛，可能也不需要用饲料或者打激素。嗯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什么 ？Chick-fil-A， Chick-fil-A 是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，但 Chick-fil-A 是基督教。基督教开的，因为他们礼拜天他们都不开门，因为礼拜天要礼拜嘛。嗯，那他们的 owner 是基督教的老板，真正大老板，不是分店老板。嗯，大老板。对，所以他们 Chick-fil-A 的肉就是吃起来比较鲜嫩，就是口感方面吃比较鲜嫩。Chick-fil-A 就只有吃鸡肉了，它里面好像没有牛肉。对，就鸡肉汉堡或者鸡肉块之类的。确实味道不错。味道，这你感觉得出来。嗯，它没有那么。没有处理的那么深，对，有鸡的味道，很嫩，很 juicy， 多汁，就比较佛系吧，他们经营理念，对吧？哎，每个星期天都不开门。你偶尔你坐在那里，你坐久了，偶尔他会送你一个，就对的。我们有一次去在那吃了一半，然后一个服务员过来送了我们一个汉堡。对，那个汉堡是新鲜的，只是当时点了以后没人要了。刚刚做出来，不是，好像不是因为没人要，我在网上看到过，他就是随机的，他会故意的，对，故意的。对，你坐一下午可能会搞一个。对对对，我们遇到过一次，好多人都遇到过。而且这一家餐馆的人总是捐赠一些，就做慈善，做慈善做的比较多，就比较佛系嘛，对。但是他原来发生过一些事情。哎呦，他原来发生过一些事情，就是遭到抵制过。什么事情？那 Chick-fil-A 一看有那个同性恋的过来买东西，他们就不接待。好像有类似的情况，我们得核实一下，我不确定了，多少年前吧。当时我还在加州，然后 Chick-fil-A 遭到了抵制，说你们歧视这个同性恋的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毕竟是基督教徒嘛，他们对有这个可能啊。对对对，现在最近没发现。我之前就看到那个《荒野求生》嘛，有一期节目，就是把一群人就丢到野外有山有水的地方，让他们自己生存，就是生存多久我也不知道，就看最后结果了。然后居然都饿得没东西吃，饿得不行。我心想，我和我妈在看那个节目，我妈就说那老外怎么都那么笨，你靠山上有各种动物呀，你就抓呀，对吧？然后有水里面有鱼啊，你就去抓鱼啊，怎么会被饿死呢？怎么会饿着呢？他们可以抓鱼，但不会弄。他们抓都抓，他们没有想到要去抓这些东西，他们就想不到一开始。后来可能是实在饿得不行了，要可能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想到，要去吃，要去自己去抓这些东西。我怎么感觉美国人应该比我们更会生存呢？比如美国野外，打猎啊、钓鱼啊，很多这种地方，是不是这些人还是少数啊？嗯，我就问你，把你丢到那个地方，你能生存吗？你来自中国。我一开始我就会去抓食物啊，抓动物啊，就会找吃的呀。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往这方面想，就想找一些就是直接可以吃的，比如说植物，什么梅子呀、果子呀什么之类的东西。嗯。可能也是因为老美啊，或者是老外太懒了，他们你想想，他们连有带骨头的肉都不愿意吃吗？嗯，要不然他们都不愿意。吐骨头吗？啃骨头。对 ，Buffalo Wings 刚才不是讲了那个吃的吗？嗯、他们还有那个无骨鸡翅。我都无骨鸡翅有什么好吃的？对，无骨鸡翅为什么要吃呢？那就吃鸡胸肉就好了，对吧？味道可能不一样。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吃鸡翅的感觉，就是要啃骨头的感觉。对啊，有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鸭脖子，那你不啃骨头怎么办？对你光给肉我就不想吃了。对啊，还有懒死，每一个快餐店，连银行都有 drive through， 就是那个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。就不用下车的，不用下车的那种服务。这个倒是还好，因为有的人赶时间嘛，就直接
买了就走嘛。所以你看老美百分之多少超重啊，30%几了，现在40%了吧。嗯，肥胖，肥胖患者40%就不愿意动。日本只有3%，美国人是日本的10倍。美国人是又懒，然后吃的东西又是高热量高脂肪的垃圾食品，高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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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热量的，然后又不动。对，脂肪是好东西，我们下一期再说。好脂肪才是，好像反式脂肪不行。好脂肪，脂肪是好东西，下一期谈减肥的时候再说。下一期我们谈减肥，我们在他吧 Alex 在一个月内减了10斤，我一个月减了6斤，当然是因为疫情在家里面待着吃胖了，先开始是长胖了10斤和6斤，然后在近一个月内又减下去了。下一期我们就来聊我们怎么减肥的，怎么健康减肥，对，科学减肥，对。